说话，花儿对我笑，为什么树就不能动呀？你看看小麦，走走走，哎呀！我就要去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那边一个熟人都没有，你去能干什么？干什么都行，我刚拿了驾照，有力气找活不难呀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行吗？你弟弟还小，家里的大小事总得有个男人拿主意呀。是你。我都21岁了，我想去外面闯一闯。不管你多大，你都得听我的。想你啊！我看见你问题石头了，管你屁事！姑姑说脏话。好了，小妹，今天妈妈和哥哥去核桃园干活，待会儿先让哥哥送你回家。啊！我不想回家，我就想和你一起去。要不别让我送。定性拉好了，以后冬天咱们就照电采暖的方式供暖了。不敢认同，好用吗？好用啊，比烧煤取暖便利、安全还干净。等咱们村子一天天的好起来，孩子们就不会老想着外面。Thank you.
我会，给我钥匙，我会。你在干什么？别吼我！都怪你，让你送弟弟回家，你扭头就走。我也不想啊！不过，不过，我。送给你。哪来的？我告诉你。给你。哥哥，你不送我去了吗？玩你的去吧。不好意思，给我让条路，谢谢。热一下停。今天可以掉个头吗？妈，最快的是这条路。步行街，你爱什么女儿？你让开啊！你给我让开一点行吗？啊！大哥，对不住了，我小儿子受了重伤，我们得去医院救命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把路给你撑开，我回收了你再走啊！好。父老乡亲们，这个车里面有个小孩受负重伤。请大家帮个忙，把路让一下，撑一下，行吗？谢谢你们啊！把路让一下，把路让一下，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，把东西都挪一下啊，挪一下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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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！哎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要走，够了，现在，快全部都停下！哎，快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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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的帮忙。过过过！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多谢。就会好的。对不起，我弟弟手断了。
指挥中心，我是新平路一六号车，在喀拉潘石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牌号为新 RZ98734 私家车，因为送伤员闯红灯被我拦下，先请求指挥中心协助联系120急救。收到，通知120急救。快到。注意注意，120汽车一会儿会从文化路方向开过来，在敬老路口跟你汇合，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交接。收到，跟着我去和救护车汇合。好。哎，你把7号监控码给我看看。袭警06号，请注意。布拉克路上有一个车祸，全给堵住了，你们要走王府加巴路过去。收到。120急救车指挥啊，下一个路口你们直接右转，绕开学校门口，现在就是娃的放学时间，人多车多。收到收到。来不及等了，给他们开通绿色通道。收到。救护车来了。你的车我会通知交警队拉走，忙完之后记得去取。来，慢。慢慢不慌了。指挥中心，养车已汇合，救护车已前往地区医院，汇报完毕。收到，请恢复正常勤务。康复得很好啊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啊。好好休息啊。你的辞职报告原本已经不是批了吗？回来干嘛？啊，上一次您不在，我今天回来是专程来向您告别。还是过不去吗？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，就能想到那一天我从手术室走出来，面对那家人，宣布他们的爸爸走了，他们那种悲伤的眼神。如果因为一次失败的手术就被轻易打倒，那我这身白大褂早就不用穿了。半途而废很容易，但是要再想回来很难呢。想清楚了。对不起。这边坐电梯上3楼，在这边。医生，医生，救救我弟弟！机灵，受过伤了。
万左右。不要哭，你哭了就会流很多血的。请家属出去。爹，我不出去。孩子啊，我给你给点止痛药，马上就不痛了啊。妈妈，那你那是止痛药吗？你真聪明，安抚孩子情绪，注意观察孩子生命体征。好的，行。医生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伤口暂时包扎好了，接下来有两种选择：一是保命，直接封伤口；二做接臂手术，难度很大，风险很高啊。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呢，在乌鲁木齐做会更有把握。妈，妈，妈，来，走过推车。怎么了？妈，来，妈，妈。妈妈是情绪紧张加低血糖导致的昏迷，现在棘手的问题是你弟弟，保命还是保胳膊？做选择。我要他活着。那直接封伤口。不行，他才七岁，没有胳膊他人生就毁了。你告诉我，保命还是保胳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没有时间了，赶紧做决定啊！我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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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都怪我，我赔给他，报仇给他。小伙子，冷静点，你妈妈已经倒下了。弟弟生死未卜，要像个男人一样，赶紧做个决定。医生。林医生，林医生，艾主任给您打电话，让您看一下手机。我睡了多久？十分钟吧。我没打呼吧？没有。喂，
师兄，我查过了，现在没有来和田的航班了，你看能不能把孩子送来乌鲁木齐啊？如果来的话，得全面掌握孩子的情况，因为从他受伤到异地手术不能超过8个小时，一旦超过8个小时，手术的风险会大大的提升，孩子也会面临生命的危险，这点你一定要跟家属说清楚。我知道，你等我消息。好。林医生是全江最好的血管医生，他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弟弟7:30受的伤，必须保证他的胳膊在凌晨3:30之前通讯，飞乌鲁木齐的末班机不到1个钟头就起飞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你确定要去吗？确定。医生，止痛药够吗？我怕他路上会受不了。没有止痛药，我是骗他的，打了止痛药他的身体受不了，会影响他的血压，更危险，只能让他升高。啊，医生，等我妈妈醒了帮我转告她，我一定会保住弟弟的胳膊，不会让她有事的。余力，客舱准备完毕。本来呀，又骗妈妈说生病了。是你说话不算数。咱俩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妈妈今天要去替一个姐姐代班，你快点睡觉，现在就睡。妈妈向你保证，明天早上醒来，妈妈就在你身边，还有小礼物哟。我要小恐龙。没问题。快去睡吧啊，妈妈要去工作了，乖。拜拜，我会想你的哟。妈妈爱你。儿子都很黏妈妈吧？哎，咱们这个工作整天飞行，他对我这就是分离焦虑症，所以每次出去呢，我都会给他买个小礼物，这样他也不会觉得妈妈出去工作是什么坏事。但这么晚了，上哪儿去给他买小恐龙啊？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买好了。前往乌鲁木齐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CZ 你还有没有完了啊？你看你今天什么玩意儿？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回去我就把你头发剪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好，南方航空欢迎您。你好，南方航空欢迎您。您好，南方航空欢迎。你好，我是36H。您好，我来帮您。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预感。张欣啊，想什么呢？我是觉得今天晚上的飞行一定会特别顺利，没有航空管制，我可以早点回去陪我老婆孩子了。谢哥，上次你这么说的时候，咱们晚了4个钟头。妈妈呢？妈妈在医院，等我们从乌鲁木齐回来，就能见到她了。她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呀？因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冒险，你跟我的。好玩吗？好玩。乘务长，旅客上齐了，今天客舱满员，一共128人。好嘞。没问题，您稍等。好，没问题，稍等。手机要尽快调至飞行模式了。您好，小桌板要收起来了，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谢谢。
谢谢。我们停飞之后就会提供用餐。你好，手机要尽快调节飞行模式啦，谢谢。昨天塔台南方六百两栋评级为栋梁，申请推出开车。南方六百两栋昨天塔台可以推出开车，机头朝东可以推出开车，机头朝东，南方六百两栋。我们要去乌鲁木齐，登机口已经关闭了。什么意思？飞机在哪儿？应该起飞了。不行，不可以，我们一定要去乌鲁木齐。有一个右上肢离断伤的小孩要从和田那边过来，大约凌晨两点左右到达医院，麻醉科急诊科全力配合。好，你轻点，相信我。其实他真的不能没有手，我求你让飞机停下来吧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上飞机吗？你等我一下。喂，师兄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弟弟，飞机已经起飞了，没赶上。我的飞机飞走了，我的爱军鸟也飞走了，我还没有上飞机，怎么办？您先别着急啊，来，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。牌牌儿，牌牌儿。正好要登机了，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打扮成的姑娘，头发长。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哎，怎么黑了？正在穿过大气层嘛，安静。黄总，黄总，您能让飞机停下来？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救救救救我弟弟！分手断了，求你了，让飞机停下来吧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塔台，塔台，塔台，塔台收到，请讲。这样啊，有个小孩胳膊受伤了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他这个胳膊啊恐怕保不住了。你看，你跟机组联系一下，能不能让这个小孩还有他哥哥先上飞机？收到。南方六八两栋和田。南方六八两栋回答，我们刚接到消息，和田这边有个小孩受伤了，如果不及时送去乌鲁木齐做手术，胳膊就保不住了。我们领导的意思是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他和他哥哥上飞机？你们赶紧跟家里联系一下吧。好的，我们尽快沟通，稍等。乌鲁木齐运转，这里是南航 JOC， 我们刚刚收到和田方面的消息，原定23:35起飞的 CZ682栋因为要滑回廊桥接一个受伤很严重的小朋友，起飞时间要推迟了，乌鲁木齐机场要是凌晨两点钟关闭的话，他们可能回不来了。你们能推迟关闭保证航班的降落吗？稍等，我请示一下领导。好。废话，一条人命怎么能不等呢？这样，你通知南航，告诉他乌鲁木齐机场延迟关闭，不管多晚飞过来，我们都等。塔台可以登机，可以登机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谢谢。来来来。海巡的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现有一位重伤旅客急需前往乌鲁木齐进行救治，由于本次航班已经满员，是否有旅客愿意终止自己今晚的行程帮助受伤旅客及其家属？我们真心的希望能够得到各位乘客的谅解和支持，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。谢谢大家。电梯太小，楼梯抬。一二三，走。那飞机的哪位乘客愿意让出？
了，这是我的远见。谢谢。那是你吗？来。这边，塔台，我们马上要上廊桥了，机场情况怎么样？还在协调作为。为什么要停下来？今天是满月，上几个就得下几个，稍微等等。不能下。实在抱歉，大家应该有特殊职务，真的遇到问题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周燕，今天实在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我们有一位受伤的旅客，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乌鲁木齐去做手术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腾出三个空的座位。刚才要不我们下吧，没有人愿意主动下飞机，所以按照国际惯例，我们会请最后值机的三位乘客下飞机，他们是崔向勇、任国胜、李卫军，实在抱歉，请三位起身。你下飞机就是了，我们都是一个合唱团的，他们不能下飞机。崔向勇是手风琴手，吴卫军是吉他手，我们明天上午还有演出啊。您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？啊，没有，抱歉，那怎么办？能不能再问问其他乘客呢？乘务长，我们确实儿子不会同意的。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会有同事帮助办理相关手续，提供住宿，并且改好明天一早最早的航班。早班飞机要是延误怎么办？延误怎么办呀？我们太明天上午还有演出啊！别吵，你们先别吵。队长，乘务长，这样吧，我先下。队长，别吵了，你不能走啊！屁大点事儿，至于吗？没事，马上就好啊，别怕。有人出来了，加油！谢谢。今天表现还不错啊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脱掉军装，我改本色。别让我是你儿子呢。对吧，好，跟我来，慢一点，你们就坐在这儿，慢一点。这兄弟两个就交给你了。啊，放心。这医生一再强调，飞行途中不能让小孩睡着。好嘞。还有，不能让他哭，否则的话，爆炸后的伤口会再流血。另外，这个断臂不能放到冰箱里，只能用冰块低温保存。断臂？这是孩子的胳膊。知道了。这个您给我，这个您拿好。二号，你去把咱们垃圾袋的抽绳拿下来。好的，收到。四号，你现在回到后舱安抚一下乘客，然后把后舱所有的冰块全部拿过来。收到。
帮我拴上，拎一下。三点半，凌晨三点半前必须接通断臂的血管。好。机长，孩子安顿好了。医生嘱咐，孩子必须在凌晨三点半之前到接通断臂的血管。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大呆，请立刻确保拖车及时到位。谢谢。喂，医生，我们已经上飞机了。好，我马上联系林医生。好。南方六百两栋停机为栋梁，申请推出开车。南方六百两栋可以推出开车，机头朝东。我在机场干了这么多年，这还是头一次碰到已经滑行的飞机，为了接乘客又回来的。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，立下的所有规矩，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给他让路的。以后再碰上，还得这么干。南方六百两栋，申请滑出。南方六八两栋可以滑出，沿 Fox 这儿进跑道将就，跑道头并是跟标头。南方六八两栋地面风蒋八栋栋梁跑道两九可以起飞。八十。检查。海伦。赶紧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明天是什么安排？明天有四台手术，早上十点第一台，八点做好准备。又是一大早。喂，师兄，两兄弟已经上飞机，应该能赶上手术。好，让大家赶紧准备。好的，赶紧上飞机了。乌鲁木齐，你好。南方六八两栋，高度5400，听你指挥。南方六八两栋乌鲁木齐，雷达识别。乌鲁木齐，南方六八两栋。我们的飞机上拉了一个小孩，胳膊断了，急需要在三点半前到达乌鲁木齐的医院做手术。申请直飞门场上空。南方六八两栋收到，我现在申请。主任。南方六八两栋上有受伤旅客，机长申请直飞乌鲁木齐，节约时间。但和田飞乌鲁木齐的航线已经被固定，一旦直飞，将经过受限制空域，需要向空军申请。我来联系空军报道。报告，讲，接民航通报，南方六八两栋航班上有一个断臂男孩，需要尽快前往乌鲁木齐医院进行手术。航班申请紧急直飞，建议延期飞行，进行调整飞量。报告完毕。同意。指挥引导行。好。指挥在空战斗机组织有序避让。明白。我已将民航飞行的航线通过数据链发送于当前在空所有飞机。现在开始组织飞机有序避让。所有战机请注意，我是指挥引导行，现在命令。飞行员伙伴们，向机机动。飞行员3号4号。航向主动，安全等待。
已经同意南方六八两栋的实际申请，向机组发令。南方六八两栋乌鲁木齐现在可以右转，直飞帝国部上空。右转直飞帝国部上空，谢谢。南方六八两栋直飞帝国部，执行。正式航向选择右转。讲，急救航班已飞离演习区，进入塔中区域，建议提供雷达运行保障。同意。命令，塔中雷达站立即开机，立刻转入一级值班状态，为在空急救航班直飞任务提供安全保障。水平导航接通。正是，机长。这样的直飞，咱们也是第一次。这样的直飞，大概能缩短航程。至少140多公里，能节省10多分钟，希望能帮到那个孩子。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不不。怎么了？他伤口在出血。不行。可是妈妈，对，开始了。我们遇到了一座喷涌的火山，我们要想办法让岩浆冷却下来，好吗？啊？你稍等。旅客先生们请注意，我们飞机上现在有一位受伤的旅客，急需救治。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护士的话，请立即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。谢谢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? Our passenger in need of medical attention. If you are a doctor or nurse, would you please contact any of our flight attendants immediately? Thank you.飞机上应该是没有医生和护士，不过我们都是受过专业的急救培训的，请相信我，让我试试。把他抬起来，宝贝，不哭啊，阿姨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好啊，真乖。阿姨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剪掉，它让你很疼，好吗？不疼啊，阿姨很快马上就好，一秒钟。你看，你数三个数，一、二，你看，两个数就好了。好，扶住这里，马上就好了，宝贝。现在会有一点点痛，好吗？阿姨弄疼你了。疼，我疼。马上就好，哎，马上就好。对不起了，宝贝。我疼。我们好了。小麦，你太勇敢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。你是最勇敢的，小麦。阿姨一会儿带你一起去恐龙山，咱把孩子放下吧。刚刚应该是飞机爬升压力变化导致的出血，现在应该是止住了。谢谢。
谢谢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啊。哥哥决定带小麦去乌鲁木齐进行接臂手术。接臂手术能成功吗？这是一场硬仗，没人能敢打保票。但你如果听到哥哥说的话，我想你会相信的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不会让小麦有事的，一定会把弟弟平平安安带回家。我相信他。这啥呀，陈部长，需要帮忙吗？这是孩子的断肢掉下来的手臂，咱们得不断的往里加冰。于丽，我们的工作就是会遇上各种各样未知的状况，我们必须学会克服。我可以的，乘务长让我来吧。持续保持低温。先生，您的水。冰块加好了，那好。辛苦了。孩子怎么样了？他好像不太舒服。感觉喘得很厉害呀，我也不知道，让我看看。哎，先生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样很危险。您坐哪个位置？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去。我是医生。你是医生？是。你身上刚才怎么不出来啊？朱玉嫂，他们说了半天，让医生出来，他也没出来。刚才为什么不站出来？医生，是出来了之后吗？没当医生吗？根据规定，我们需要您出示您的证件。向辅导员，哎，先生，您的事儿，我们要核实一下您的身份，快点，好吗？哪儿啊？我真的是医生，相信我，好吗？我相信。在夹层里，快点，拉他。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。孩子胸部有没有受过外部撞击？应该是被拖拉机撞的。多长时间了？已经五个多小时了。他是医生，太好了。三号，你去前舱照顾一下。飞机上有听诊器吗？有，拿来，谢谢。把听诊器拿过来。医生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呼吸急促，我怀疑是气胸。哥哥，你让我一下。医生。我马上就好了啊！不哭啊！哎，飞机还有多久落地？大概得五十分钟吧。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有手套吗？有。还需要什么？剪刀。注射器，生理盐水。
注射器，伤有点小，不怕孩子，把头转回去。医生，你要相信我了，给他排气减压。我要相信医生了。小妹，把眼睛闭上吧。救了他，给我吧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要把孩子在飞机上的情况跟乌鲁木齐的医生做个交接说明，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有，我一会儿给你。你也歇会儿吧。好。小妹很坚强。谢谢。刘医生，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例行检查。一会儿您帮着多照看一下孩子，谢谢。小麦，你特别勇敢，刚刚我们潜入了很深的海底，憋了很久很久的气。过关，过关了。机长，喝点水吧。谢谢啊。来。谢谢二姐。孩子怎么样了？现在状态好些了，你真没看见，太可怜了。哎，燕子，我这正好有个红包，过年没发完的，里面有1000块钱，帮给这小朋友的家人吧。你太厉害了，机长，竟然还有现金。二姐，我没现金。我也没有。咱们带他平安落地，我一定带到啊。
哥哥，有一个小恐龙送给弟弟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谢谢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们机组的一点心意，拿着吧。这个我不能要。拿着，应个急，用得上的。哥哥，小麦是不是睡着了？小麦，小麦，我记得医生说他不可以睡着的，一定不能让他睡觉。小麦，小麦，你醒醒啊，小麦，快醒醒，小麦，叫不醒啊，要想办法，你快醒醒，小麦，小麦，你醒醒。现在播放多少帧呢？对，睡着了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你们尽快解释一下。女士们，搜索正在受伤的小朋友状态良好，为了让他保持平静，我们开始播放娱乐节目，最先声音。你醒醒，我快快，坐会，别。太吵了，根本无法休息。救命！实在抱歉，对不起，因为机上的小朋友受伤，安全了，别好。不要睡啊，小麦。小麦。小麦，动画片。孩子，你快看看啊，小麦，你不是最喜欢看动画片吗？小麦，你醒醒啊，小麦，你醒醒，我求求你再撑一撑。小麦，你看看，那机长好厉害，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打败了。我从来没生过你的气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哥哥很爱你。
谢谢大家。下降到6300保持，联系进近12.25。下降到6300保持，联系进近12.25。再见，南方682栋，12.25，证实。证实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等下飞机即将抵达目的地乌鲁木齐，我们将停止客舱服务。现在乘务员进行下降前的安全确认。乌鲁木齐进近，南方682栋。高度6300，听你指挥。南方682栋，你好，乌鲁木齐进近，雷达识别。进近，南方682栋，申请优先降落。南方682栋，你的情况收到，下降到5400 ，Abdeck 19进场，通过阿尔法有效。下降到5400 ，Abdeck 19进场，通过阿尔法。南方682栋，你引导其他航空器避让，你第一个。第一个，谢谢。南方682栋。乌鲁木齐运车呀，这里是南航 JOC， 南方682栋已经下降了。落地之后，小孩需要快速转移去医院。我来卸掉。南方682栋，预计十几分钟后到达，机组上有重伤员，需要调整停机位。机务，监管单位。收到。由原本的145号停机位调整至113号停机位，这样可以节省4分钟。要提前到位待命，机坪管制，优化最短滑行路线。急救中心启动应急预案，通知城市120，准备运送伤员。停机位已经调整至近1号道口的103号停机位，这是距离实际最近的通道了。682栋，伊沃库塔台，现在25号地面风16栋，5米秒，阵风12，前面落地的波音737报告左侧风较大，进场时请注意。收到，南方682栋，时间紧急，满足落地标准的话，还是尽量落。明白。没事吧？阵风12，跑道25可以落地，落地后沿阿尔法三脱离。跑道25可以落地，沿阿尔法三脱离，南方682栋。我们深感抱歉，刚才特别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同我们一起与时间赛跑，开展了一场这样的生命的速度，谢谢你们。在这里祝所有的旅客朋友们余下的旅程平安顺利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有点
子跟我儿子一样大。天气上突发了气胸，是我给他做的简单的处理，一会儿可能要给他吸点氧，路上注意监护他的心肺功能。好，小心坐。我能看看你们的样子吗？我不会忘记你们的，谢谢。祝你们手术成功。1:36，从起飞到降落87分钟，怎么抢17分钟出来啊？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最后一哆嗦，加油！对，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子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，随时跟我联系。好的，了解。请问你的姓名和单位是？我叫刘瑞，和田人民医院骨科医生。你是艾克贝尔的学生？是的。不过我已经辞职了。老师，今天我在飞机上碰到那个上肢离断伤的孩子，他在飞机上身体出现了点状况，后来是我帮他处理的。本来一开始我没想站出来，但后来还是没忍住。我想这就是您常说的医生的本能吧。感谢您当初把我留在骨科，但愿今天那个女主人。老师，我要回来，您还要我吗？市120，这里是交通指挥中心，前方道路畅通。我们会引导你以最佳路线前往医院。赶紧把断肢拿去手术室停放。孩子别怕啊，到医院了。马上采血进行术前检查。还有，病人在飞机上突发气胸，怀疑是因为事故当中胸部受到撞击造成，已经给他做过了胸腔壁室引流，密切进行心电监测。好的，医生，时间够吗？我们会全力救治的。
断肢的情况怎么样？好像有点问题。把 CB 推过来。行吧，你要坚强，这次你得自己进去。别怕，哥哥就在这等你，我们还要一起打篮球，一起玩游戏，我还带你一起去看升旗。你听到没啊，小麦？这里有骨折，马上固定。好，好。必须保证他的胳膊在凌晨三点半之前通血。妈，你在哪儿？医院，我母亲的医院。小麦还好吗？会没事的，放心。医生都告诉我了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应该责怪你的，你们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失去你们每一个儿子，你明白吗？神经受损严重，必须进行修剪。白俊，接骨。电钻膳食针。连接感固定完毕，现在几点钟？三点一刻。最后一刻钟，能不能接通血管，决定了手术的成败。大家努力。没问题。出血，心率、血压，心率140，血压70/40，血压还在下降，想要出血，血压65了。孩子现在生命体征不稳，如果再不放弃保持手术，人就抢不回来了。再给我两分钟，医生的两分钟，他的一辈子，我们不要放弃。给孩子输除胶体液多巴胺，再去拿血，我们必须把血压维持住。好，骨三科60床麦尔丹，请备两个单位 A 型红细胞全液。找到了，不信。心率下降，血压恢复了。
观察病人睡眠体征，手术继续。好。眼线，鼻线，冲洗，血管封合完毕，准备送到止血架。怎么手臂还没有变红？可能是血管痉挛。静脉和神经，今天辛苦你们了，谢谢配合。我希望以后每一次飞行都越平淡越好，千万别再惊心动魄了。会的，劳动节快乐。来，回家。艾主任，乌鲁木齐的林医生给你发信息了。他说什么？手术成功了。你帮我恢复一下林医生，祝他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观察中。我睡了多久了？五分钟。我得去看看那孩子。醒了，小麦。飞机上的姐姐送了你一个礼物。是恐龙。
妈妈，妈妈。事都结束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干嘛呢？哦，林医生，坐一会儿。还好吧？还好。医生，我弟弟的手会有后遗症吗？这个神经啊，每天只能修复1毫米。要想让他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，是挺不容易的。但好在他年纪还小，恢复能力也强，咱们一起努力啊。好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就在想，当初在老家，我一个劲儿的想往外跑，我是真的想离开呢，还是为了证明自己？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这跟你在哪儿没有太大关系，跟你心里面相信什么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嗯，别多想了，其实我们都是平凡人，做平凡事。心中太多迷惘，背起行囊逃离远方。生命如此无常，多少奢望早遗忘。放下握不住的流沙，冲破禁锢的网，相信重生后的光芒，展开一场飞翔。每一个专注的眼眸何时紧张，都瞬间感到心中的钻流，紧握着的手用尽穷人之力一同守候。我听自己手中的微许多无名的英雄，平凡的英雄，坚持勇敢信念带领着你我。每一个专注的眼眸何时紧张，都深深感到心中的暖流，紧握着的手用尽穷人之力一同守候。
我请自己手中的未来，没有名字也想要光彩，千万人齐心走过难关，平凡的人也能成为英雄。世界不遥远，有你在身边，咫尺人千里，心中手相牵，撑起一把伞，推起一条船，给予是获得，笑容不简单，但祝愿洒满天空，清澈流入我的眼，让希望开放伸展，让感动与我有关。走万水爬平川，平凡英雄最温暖，日行善方寸间，能量我们来点燃，江河山四海欢，平凡英雄肩并肩，情深更舍得见，用爱画一个明天。撑起一把伞，推起一条船，给予是获得，笑容不简单，当祝愿洒满天空，清澈流入我的眼，让希望开放伸展，让感动与我有关。走万水爬平川，平凡英雄最温暖，越行山方寸间，能量我们来点燃，江河山四海欢，平凡英雄肩并肩，情深更舍得见，用爱画一个明天。胸肩并肩，情深更舍得见，用爱画一个明天。走万水跨平川，平凡英雄最温暖，日行善方